上海的梅雨终于下下来了，这几天接连着都在那儿下雨，而且还是那种边下雨边出太阳。今天和朋友约着来吃烤鱼啦，选的是酱香味的烤鱼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吃完再顺便逛一下盒马。要不是因为吃饱了，这个烧烤真的是太眼馋了。经历了疫情的封控隔离，就觉得我有太多美食没有好好的品尝了。这个薯片桶也是挺个性的，要不是还有一丝减脂的自律，我肯定会把这边很多糕点给拿下，所以就选了一个麻薯。其实真的我每个都想吃一遍。晚上下楼走圈的时候，看到了可可爱爱的小猫咪，这几只应该是出生没多久。还看到了一只应该是从谁家溜出来的家猫，而且超级乖，超级漂亮。然后又遇到了一只鹤。 See you。